是 J 哈登，不是 Taiwan Number One。你是胡须渣，没错。我是林书豪 Jeremy Lin， 圣经打气 ，Let it go man。Yes, Kobe Bryant。你的色差有点严重哎。OK， 没有关系。今天街头篮球，喜欢打篮球的年轻人们 ，Are you ready？ 你们准备好了吗 ，Guys？ 圣经打气法，场上见。哈登，来记名啊，来记名。好，买卤肉饭了。OK， 我们找到了三位自愿的同学 ，Let's go。打篮球打几年啊？五六年而已。玩很久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包青天啊！他说我是包青天，是胡须渣。好，话不多说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三分球比赛。耶、yeah ！我们比赛规则呢，就是我们一人一球，看是我们篮球明星厉害还是同学厉害。Let's go。还有第二个，对。哎呀，红金宝，来啊，小胖，哇，哇，来，你看这么急啊，你慢慢来啊，他急着挂包，他是空中挂包，看来同学篮球也打得虎虎的，对，三分线，阿笨，在干嘛？这里好，哇，哎呦，啊，同学表现很棒，第二关。十秒胯下篮球挑战赛，欢迎 Jeremy Lin 林书豪。准备好胯下篮球了吗？没有。十秒计时开始。放下。OK， 换同学，开始。十秒了，我为什么来这自取其辱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这什么主题啊？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姓王，叫八代。啊，不是，叫博威。博威，你是第998个打败我的，因为打败我们很容易啊。对对对。前面有一群同学坐在边边，边缘的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 J 哈登。碎碎碎。他们觉得我神经病，不理我。我们要挑战一个项目，我们要比过人。我们要过人了。来，我们推出我们最强的。一二三，开！好，来来来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好，同学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。5秒88，该我了。开始。开始！哇塞！哇哇！呀！秒数4秒21。哦，我赢了 ，I win 了。怎么可能？就败了。他刚刚那个冲击，你有看到吗？对，整个是漏弹战车丁次。你是秋刀丁次，我们要找他们挑战一下。打爆他们啊！看一下，你看那个，看那个，哎，同学，我要跟你们尬球啊！弱逼来啊！来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这个不攻自破，进阶跟嫩逼。我们看到三位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 Felix。我叫韩国，哪一队先进3分就获胜？那当然是我们啊！确定？他是 Kobe 耶， Kobe 面前这样，你们有嫩逼 OK 的，我可以打。马上开始，来，马上开始什么？大对战！准备好了 ，Go！ 可以，他们，他们。1-0，1-0，守他守他，恭喜帅，会刀，这不是出名的废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有高中都在跳舞。好了，全时暂停，暂停一下，我要开会，我要开会。我们现在2-0太难看，对，路很糟，很糟，直接出了，我等一眨眼就犯规，直接带头球，好，直接就这姿势，眼神会议，在撞哪里？好 ，OK OK， 开始开始，哇。你刚不是说要用这一招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好了，刚不算，刚不算，其实不算的，刚不算，要运动加持。哎，没错。OK， 我们进攻，来，Go！ 来来来，准备，准备，来来来，开始喂，现在马上进攻，来，四秒。哇，好胖哦！没有错，最后是3-0，由我们的客队赢主队，好惨哦！这个牛逼牛逼啊！对啊，这还是有运动家的精神，一起来 PK， 耶！